季每次回归都走着截然不同的风格，女孩们一路以来都凭着自身超强的实力将歌曲消化。今日一集终于公开了先行曲，四人的表现力都太完美了，完全就是驾着浴火重生曲风回归的劲舞团，以致更是一脚就踹进了粉丝的心里。等不及在舞台上看到女孩们了，期待能在今年的 SBS 歌谣大赛上听到战歌啦。